哦，比邻啊，牛啊！加州很温静，我觉得他们现在双打配合越来越好。看来他们小组要，我觉得第一应该可以拿第一。是吧？嗯。哎，新钢和他们已经打完了没打？新钢他们没打，新钢就说新钢他们已经打了两个队了。啊，他们打了两个队。不是，那个 Kyle 他们打了两个队，他们先打新钢的嘛，然后新钢就剩跟那个温静他们。这边暂停，看一下。小分就演，小分我们四，他们六。啊，打不打不过，你该打打，你不要光想着给他机会打。我特别能体会那些乒乓球队员。弱不禁风，那里几千观众，身后再背个国旗，压力更大。哇，那是真是吓死人。现在4-6啊，落后。他这个球一定。哇，这边那边好像打成2-1是吧？好像可能是2-1还是？真敢拧啊！别慌，今天就是爆脸黄，爆脸黄。我倒希望练黄他们拿第一，我觉得因为我跟 Wendy 应该不太怕他们算的。对，真的不太怕他们算的。怎么赢不了？怎么可能赢不了？外地把他拍死他，我让外地打他。你让我明说他。推的还是可以。发现你推的那个球，你往后往左放，不在身前推，身前推的稳。那一哥都是身前推。拉不上，这边就输掉了，3-0输掉啊！哦，3-0，不是，单打3-0，算的3-0，你们算的3-0是吧？3-1，啊，三比一。那你们看来你们小组他们赢了一局啊！啊，赢了一局，厉害厉害。你们还有一个小孩没打。对他们还有一个 Henry 他们，对他们小孩他们打了。6-1，哇，你们算的越来越好了，你们算的。主要他不紧张，他也是小孩。你们算的不能紧张。他有时候他想丢，因为他已经两胜，然后就算是那个夏天或者马翔他们两胜，他们就要 break time 嘛，然后他们是。弄上就好了，这球。哇！哇！这个球牛，这个球牛，双方控制的都很好。哎呀，这把。
看来温建加州他们要3-0把那个双打拿下。哎，这个球轮没对上顶，九平，第三局九平那个0-0落后，开了他们0-0落后。哎呀，这个球机会球没打上，他这球拉得还蛮赚的。啊，拿回一局，这边是，这边很焦灼。关键分吧，一个是。输掉了，先小，对，那他们现在应该双打，还有没有输掉？然后这边，李友，那我们还打吗？还打，打完了。两场开始打，开始。我真的不想跟他打。有球吗？还有。你的不用给他们对呀、啊，所以就说他们你要，然后经常他们也是替补上来的。不是他那个就是像，就是所有的就是参赛的，就是16强参赛，他们有两个，但是呢，如果进了8强或4强，他拿的不是两个，但是4和马上组。我知道。那个甲
奖品，所以明天打完了这些人，明天进八强的，明天再领奖品。哦，可以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第三级四名，小组循环第三级四名。对，给他给嘛给了嘛，对。对。然后就你不用拿太多，对。你就先拿几个过来。这都是真实队吧？对，真实队。都是真。对，黑夜不都是真实队？下午的都是真实队。对，都是真实队，对。然后我就拿六盒来，然后一会儿走。早上的呢？早上人好像还有在啊。现在他们是二比一，就说大比分是二比一领先。小分我没注意看，对，刚才我跟叶哥说话没注意看。他们赢了。